Bye bye! Get fucked! Sayonara!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喜欢拉对方的船到底有什么用？ 一个在弄炮，另一个呢？ 哦，他看到我了。No，他看到我了。No。Well， try again。 等下，他们是停，哦，他们停在那里。OK。 Let's go. Crook's Hollow 很有可能是在解破屋号。躲炮管不太好，是你只能你的视野只有炮管出口那里，你没办法就是了解周遭的情况，所以躲炮，而且躲炮管其实挺明显的，你头会探在那个炮管炮口外面。 他们呢？切，他们看到我。他们在运货物。 同一批，对，同一批。等他们运货物的时候，他们会走来走去。
那个人说：“你射不到，受不了你哎，真的是。”他们到底在干嘛啦？一直在转圈圈No, stop i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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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我觉得他们应该有想要弄那个小船。他们想停那个小船。我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被他看到。也许不会 ，nice， 不会。我们迟早要换位置的。Stop it！ 你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是调皮，不要闹了，调皮耶，你们。真是调皮，白天了，我得换位置。Please, pleas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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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ease. 弄骷髅打到我。
哎呦，他看到我了吗？他看到我了，他看到我了。红色警戒，我重复，红色警戒。No， 这个 pink god damn it， 我被骷髅打到，为什么每次我都是被 AI 坑的啊 ？God damn it。我每一次都被 AI 坑 ，Oh God！ 你遮姑喂蛋，你遮姑，你遮姑，你得听吧？遮姑，你个 Lucky 哎蛋，你遮姑 ，Lucky，Lucky。哎，他们两个都死了。其实我有把那个人，我就说我明明就应该也有打到那个人。God， 话说那个泰国的脏话听起来怎么一点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凶的感觉。我刚刚觉得他整个就是在跟我好好说话一样。我们就稍微研究一下地图，看看能不能想出他们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。只是一座很小的岛而已。我觉得应该是猜不到的。我们四处看看，看能不能看到。我觉得我们找到他们了，各位。我觉得我找到他们我觉得有像，因为刚刚他们停的那个岛就是一个很小的岛，我觉得有像，有像是他们。这次我是真的要尽量不让他们知道我过来，就是我的船不能让他们看到。对，是他们，你看他们那艘火焰船，那是他们。把帆收起来，这样我的船不会飘太远。希望这种距离他们不会看到我。下锚，不不不，我不能让，我要让我的船走掉，这样他们才会以为我没有过来。我怕的是我还没到，他们先动起来。好吧，他们动起来了，我们得回去。欸，他们是不是在过来？咋，我觉得我应该到不了。嗯，试试看吧。对，到不了，到不了。Hey, fuck you! Fuck you too! 是吐的，倒没什么。
他们两个都死了。Come on,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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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e on. 拜拜 ，get fucked。さよなら。Goodbye。さよなら。Oh no。OK， 我的船还在吗？我的船应该烧掉了，我觉得。OK， 接下来就是在于我们要找到卖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没有地图，不过我印象中好像往南，往南有一个。有一个卖的地方，是不是就是这里啊？我们去这里看看吧。我觉得这个岛看起来有像哨站，还蛮大的。另一个怎么死了？我觉得应该是被我炮打死。哦，可惜我不能留下来看他们发现骷髅不见的反应。这是什么？告诉我这是个 outpost。Yes。这是个 outpost。OK， 先从贵的开始卖。这个，我们先把它都搬上来，免得有人看到我们的小船之类的。No， stop it。OK， you fucking kidding me？ 这个怎么拿不到 ？No， please stop it！ Oh， come on！ 哎呦呦呦呦！OK， 我们要先从贵的开始卖。这个。在哪里？这里。OK， 各位帮我们算一下哦。我们现在是112420，看一下卖多少。112420，卖完这四个骷髅之后是多少？估计也没有到很多钱啊，但反正是白赚来的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，OK， 多少？114632，所以我们赚多少？好像几千而已吧，不意外啊。
毕竟如果我们想赚多一点，就真的是要让他们继续挖下去。要是没有被骷髅弄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再多赚一点，我们再卖。2200 ，OK， 没有很多，但是你知道白赚的嘛，有赚到就好了。